Gemma 成员 Jeremy 李俊杰早前推出自己第一首 solo 歌《伴》，无论唱功定造型都令人眼前一亮。不过 Jeremy 最近接受 嘟姐 访问，就话唔系好满意自己嘅表现。100分系满分，系几多分啊？我俾50分自己啦，合格啦。你有冇搞错？50分系啱啱合格啫，100分满分喎 ，Jeremy。是啊，我覺得可以做得再好一點，因為我覺得我自己的唱功好像未是真正可以完完全全地 carry 到這一首歌，或者托到這一首歌需要的，我心裡面或者腦裡面想的那個歌究竟是怎樣唱出來的。希望之後 live 如果有機會唱 live 的時候，可以 show 到一個更加好的版本給大家看到咯。對工作精益求精， Jeremy 是典型處女座性格，不過這種性格也給了他很大壓力。 live 的時候他就會，即我有時候我會無啦啦唱錯字啊，或者唱得不好啊，咁我就會好自責嘅，即會覺得、啊、自己做得好差㗎，誒點解會咁樣㗎，即會不停批評自己咯，即會翻到屋企都唔開心啊，係咪啊？係啊，仲喺度諗緊㗎，係嘛？仲喺度諗緊啊，點解我要點解我會咁樣㗎？即會諗好多呢啲唔同嘅嘢，令到自己唔開心。但係依家慢慢咁樣去接受自己，其實都有人係有機會犯錯噶嘛。咁所以每一次喺每一次嘅成長當中進步就得咯。我覺得呢一個係我慢慢開始令到自己好似調節到自己一個心態嘅一個經歷咯。慢慢有一啲成長喺度咯。几唔开心都好 ，Mira 嘅一班好兄弟永远都系 Jeremy 强大嘅后盾啊！你啲兄弟都知道你嘅性格系咁噶啦，系嘛？即系所以当你即系坐埋一边唔出声啊，好烦恼喺度自责嘅时候，而家系冇人理你噶啦，系嘛？唔系佢哋都会过嚟揽下我，即系拍下我嘅，即系希望我放松啲，因为其实之前很多時候出現這些情況的時候，大家都 feel 到我的狀態，因為很快就會 down 了，個人一落台就 down 了， down 得很厲害，或者有時候我都會哭的，即是、哎、但是他們就會好好地去安慰我咯，所以就其實有他們的陪伴在這裡都是一件好事來的，令到自己可以高呼得快一點咯，起碼有他們即綁住一下，不會好像 keep 住沉醉在自己的不開心的世界裡面。除了好兄弟之外，還有一班 Unicorns 出心又出力地支持 Jeremy， 他們在港九新界落廣告幫手宣傳新歌， Jeremy 昨天都有專登下去打卡，有這麼多人支持， Jeremy 一定會越做越好的。